看？绯闻，我觉得要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两种吧。如果是那种纯粹编造给我找麻烦的人呢，我的选择是完全不理，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个人很无聊。如果真的是一种误会的产生，然后大家的一种误解的话，我觉得我会很有耐心的跟大家讲这个误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我就是看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那刚刚视频中最后一个那个以前一起在音乐房子工作过的经理，现在是经理了，他就是说什么时候回音乐房子看一看，坐一坐。其实我之前倒是很想，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以前的朋友都还在那对，所里。以他都知道你喜欢吃火锅嘛。但我回去的时候，我有跟他们在别的地方聚过，比如说一起出去吃东西啊。但是出我去。没有回房子再去玩过，因为我好像很少有时间玩。希望下一次我真的希望有机会，特别是今年，我很快要回成都做宣传，所以我也希望跟老朋友多聚聚啊。那刚刚那个视频中也有些男孩子问了一些关于靓颖心目中的男孩子这个什么问题，让麦克斯来问问吧。你是觉得因为我是外国人，我就什么我都敢问，是因为是吧？你是男孩子嘛，对吧？我觉得从你嘴上问出来应该，行，我要跟你开玩笑了。我 我就知觉得，道。那你以后你就看来，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想结婚了？就觉得我想 take a break 生孩子，或者想 rest。其实我每天都在想说，我今天赶紧把事儿做完，我明天要休息一会儿；我今年赶紧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我明年要休息。我每天都这样想，其实这是一种心理安慰，就是告诉我说，今天就加紧的做事儿，然后做完了我就可以休息了。但其实每天都是这样，都不可能休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我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对，典型的女人的特点就是善变。你是双子座的吗？我天秤座的，那应该不会啊。但是我真的是那种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的人，就包括我觉得反正我是这样的人。然后可能我今天想着，我要努力做，我要唱歌，要一直唱，一直唱，唱一辈子。可能明天我突然想说，哎呀，我好累，我要休息了。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太说不一定了，类似于像我自己的私事，其实大家也会发现我很少提，而且我也避免提这个话题。我觉得首先，我很开心看到这个视频，大家对我的唱法是他唱歌怎么样，他人怎么样，但是没有去讨论说，这个人关于唱歌以外的话题，这是让我特别开心，这让我这觉得，都是在街上随便抓的，然后他一提就是提到你唱歌，没有说对其对他的对，东我西。觉得我这一点做到了，这也是我的初衷，因为我不希望以我其他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视线，然后再来对，听意思到就我。让人。就看你，就看你做的歌，然后对让对对，所有发生的事儿，就慢慢你们来看，我不用跟你讲要怎么着，对对对，就我不希望大家的焦点是在我的其他的事情，哪怕它是吸引眼球的或者怎么样的，但是那对我来说是我不希望大家关注，我宁愿你们就让这个人就过去吧。对，因为我的专业是唱歌，所以我希望大家对我的看法、观点，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音乐上面那我的，就问你关于然音乐后。吧。对，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这是我的承诺。如果有一天张靓颖结婚了，我一定会第一个主动的告诉你们。那可不可以，维多，你想不想知道他心目中的另外一半是什么类型？他不愿意谈这种问那题，那我他，那这个可以了。我只是说，愿意的什么类型，他肯定这想个让可你以讲。选。有什么类型？就你看你，比如你脑子现在要闭上眼睛一想，你觉得就那种完美的男人是什么样的？在我心目当中，男人没有完美的。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完美的，这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大家会互相之间有一些评论，有一些议论，不管是朋友啊，或者是公众人物，我就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只要他的优点足够掩盖他的缺点，那他就是一个值得被认可的人。就人人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毛病，我也有毛病，所以我也要接受周围的人有毛病。对，所以我想。我觉得只要是能让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人本性要是善良的，然后，我觉得要有上进心，这个是很重要。有上进心的人做任何事情的态度都会不一样。对，我觉得有善良这一个基础点的话，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就是不要帅的，不要帅。
这个问题其实讲了很多遍了，就是我觉得帅的人比较心理优越感特别强，他不会很为周围的人考虑很多，可能想法会更自我一点，不大好相处。因为我也是一个太自我的人了，当然我不是说我漂亮。漂亮吗？漂亮吗？漂亮，这漂亮。原来说的好勉强。不是，把手放在心。漂亮吗？漂亮。真的真的。那还有就是，我们把下面的问题也回答了。好，就是说，是不是每天练习，然后飙海豚音才能飙得那么完美？其实唱歌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思考，因为其实我唱歌也算是频率蛮高的，几乎每天都有演出，但是演出我觉得对我最大的锻炼就是去适应各种不同的场地和音响，因为我觉得最好的音响我已经唱过了，最烂的音响我想我也唱过了，所以整个落差，你在每一个不同的场地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去选适合当时场地和声场的这一个歌曲，这是对一个经验的考虑。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用嗓子，你唱惯了不同的东西的话，你会知道自己用嗓时候的力度怎么样是最合适去表现这个歌曲，特别是音色的控制。